139首航。然后3S 的电池。真的要上 4S 才过瘾。那说跟你说啊，3S 你只能爽飞，就慢飞而已啦。你要飞 4S 才会爽啊。才有暴力感。对啦。想调整一下降落，等一下我还没试 flap， OK 的，好降落，降落，Thank you.